今天来到湖口的好客文创园区，园区不只有展厅，也有玩的跟喝的。我今天就是特地穿的西瓜装来跟西瓜合拍。天哪，好像还可以顺便喝个西瓜汁哎！怎样，还没有好开始吗？西瓜双太郎能够跟西瓜合体，真是圆了我一个梦。新竹这边一带呢，主要住的就是客家人为主，但是呢，我总是不小心就被另外一个西瓜所吸引。这只鲨鱼西瓜也太可爱了吧！但是新竹风真的太大了，真的很难拍。想说你都不会喷，好可怜哦。我被我朋友骂说我不会喷啊，奇怪。你看有没有喷很多？是用流的流出来。就是这样，括约肌不有力。就是喷很多吧。肌肌肌需要锻炼。这样会比较好看吗？好，来到田老师的复健时间。这是田老师的复健时间，看起来真的需要多多复健呢。老师不行了，他只踩了12秒左右。谢谢，好，可以关了。好，我现在在好客文创园区，然后呢，我正在跟一群刁民们，刁民们现在在俩上，你写在俩上，他在抽螃蟹啦。然后这个你看哦，没有水，完全没有水的一个地方在抓螃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朋友呢就买那个九贴耳茶，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九贴耳茶的客语怎么念，他就说九贴耳。那我心想，什么九贴耳？九贴耳明明就是闽南语，比如说妈妈，我早做好浪弄丢啊，九贴耳。然后他说这叫九贴耳茶，叫九贴耳，我真是不知道这个客家人到底是怎样。好客文创园区呢，这边有室内的展厅。那展厅有介绍客家的文化啊，客家的庙宇，以及客家的习俗及生活。我真心觉得好客文创园区可以拍一些假鬼假怪的影片，好拍又好玩。欢迎来湖口做客哦。